大家好，欢迎到 YA Diary。我现在人呢是在南港瓶盖工厂，要参加今年12月9号、10号的自己印市集。那我除了和过往一样呢，会购买很多各种品牌的纸胶带之外，我这一次还有一个特别任务，是要当马路口小花市的摊位小帮手。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次市集的一些精彩瞬间，还有和创作者们一起努力的那一种喜悦吧。那我们走喽。现在这边呢是摆摊的实况，大家还在辛勤的耕耘。好了，那我要去上工了，大家拜拜。我们在后台非常繁忙，本来呢是想要跟各位讲说在后面准备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不过因为人潮一直来，所以有一点困难。那现在有稍微休息一下，我就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在后台要做什么样的作业吧。首先呢，第一个是左边这边是我们的结账台，这边有我们的结账工具。然后呢，我们会有这些货物，就是当台面上不够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些货物挑上来，然后放到架上面去。那这边我们会先需要帮客人介绍，然后可以给他们一个小置物篮，像这样的置物篮。然后拿好东西之后就来结账。结账完之后呢，会拿这边的像这样子的包装小袋袋，然后把它装。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还有几点，这是到下午5点多我的战机，今天我希望可以把这张写完。好啦，以上就是我的目前的战况。这次的市集由 Y 现身，请大家一起接着看下去吧。第一天摆摊根本没时间逛摊位，第二天先来找二日和 S。 这一次主要想买的是公益月历，各位看一下，从宠物饲养箱拿出来的长条卡包就是这一次的主角啦。延续文博会的主题特色，加上明年又刚好是龙年，所以他们以恐龙为主角，在每个主要月份的饲养箱里面都养了一只小恐龙，箱子上还贴满贴纸。马上开一波12月的箱子，装潢非常缤纷，很符合我们欢乐月的气氛。那整本月历所得扣除成本之后会捐给社福团体，这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一定要响应起来。再来还有牛皮纸色的手账本，16尺寸，里面有20页，很适合当成一趟旅行的记录本，还可以获得一张小垫板，而且又能盖印章，一举三得， CP 值蹭蹭的高。最后是冬季限定卡牌，这是6加一款隐藏版的卡牌套组，你可以直接买一套或是转转小卡，看看你和谁有缘分。我个人是转到15快乐。那这一整套设计可以看到星期日拯救计划，二日强调它比较高，所以左边的三角形是它。其他还有末代志、右手超人、茄子先生、食物、山妮妮，以及隐藏版的汉克，带你到他们所在的位置旅行。最近拼贴很多蓬蓬小卡，大多都是用乐意或是90的作品，给各位翻看一下他们家出的拼贴小卡，每一款都有简单的排版图示，不需要太多素材就可以营造丰富的版面，是时候补货啦。而且不只是拼贴卡，90的纸胶带也都是极为好用的素材风，基本上只要使用几个图案就能使版面有多层次堆叠的效果。这边看到的是90和立夏手账生活的最新联名冬日可爱，这款有些比较大的实景或是冬季意象的主视觉，搭配文字、小花、小标签等物件，拼贴小卡十分方便。我只用了主视觉和一点点小元素就完成小卡，速度快得让我心虚啊。另外这一次还有这些很好搭的牛皮纸素材，以及毛衣、小鸟鸟贴纸和纸材包，都是非常实用又风格独具的好素材。目前手集的4款纸胶带作品都已经购入啦，真的很喜欢这种缤纷有疗愈的色彩呈现。这次我就顺势把邮票贴纸、小贴纸还有闪亮卡片都带走了，还好我的手速够快，我才刚买完过没半小时回来，很多都已经完售，期待明年手集可以出更多更多的新品。小行星的创作也是每次都令人期待到不行，刚好我来的时候还没有大排长龙，所以很荣幸可以看到创作者的本本，这就是精华中的精华啊，让人很想要整本收藏起来。那现场还有很多小便签、小信封袋，
纸品素材还有转印贴纸，都是很时尚的风格。这回的重头戏是好几款纸胶带，光是漂浮真言就有三款图案，其中两个还有不同材质，总计是有五款，给大家看一下循环。分别是框线款，还有朦胧和斑驳。框线款就是线条，朦胧和斑驳是两种不一样的色彩呈现，各位可以比较看看它们其中的差异。另外还有光影如诗和纸的诗歌奏鸣曲，这次也是有文具蓬蓬可以跟我分装，实在是太开心了。Tracy 的纸上旅行在这一次的自己印市集推出了有妹子的联名商品，耶呼，分别是 Me Time 以及 Your Moment。 一款是圆形的妹子生活图样，搭配排列很整齐的文字，另一款则是搭配不规则的文字，同样风格的人物使用不同的排版设计都非常好看，而且让人非常想马上尝试拼贴。另外还有这种小方块印章，这边凑齐了春夏秋冬四季，还有这颗不想工作，让人不小心就讲出心里话啦，可真是调皮。即将要开实体店的森年文创，这回带新的女孩来啦 ，Simple Moment， 还有 Cozy Girl， 两款女孩都有雾面和亮面 PET 材质，给各位展示一下这个厉害的手绘风格。这些写实风格的妹子，我觉得有点像会出现在生活中的时髦正妹，大家可以来看看两款的比较。当然还有不能错过的露营款，以及好看的咖啡厅，现场消费还送明信片，很佛很大方。一来到摊位就收到耶诞节礼物小贴纸，是近期新品的小鹿和圣诞红，之前和朋友预定的分装这一次也到货喽，终于可以开始玩了。乐一家还有很多这种狂野动物的小花圈，以及参加现场活动才能欣赏的超级美丽花圈，真的很佩服高手们的巧手，每次看到这些厉害拼贴都让我大饱眼福。喵大摊位充满了耶诞气息的摆设，还有在文博卖到病鬼的日复印章，详细内容可以回头翻看 YA 之前的影片哦。现场当然还有之后会在日历特辑介绍的花开的样子水彩植物366手撕日历，短版介绍已经在 YA 的 IG Reels 了，可以抢先闻香。不过这一次市集重点一定必须大尖叫的是这款文博会卖到缺货的迷雾森林绿色大袋袋终于到货啦，而且还惊喜新增了小朋友绿色小袋袋，一样是深绿色搭配米白色的图样，一些文字和小香菇，还有亮晶晶的拉链拉开来，里面是两层小隔间，随手拿点纸胶带来放，尺寸不一的盒纸还有 PET 胶带大概可以放七卷，拿来装点小物是相当足够的。到了晚自的摊位，和各位推荐一下漱口袋，我买了几个当成旅游收纳小包，真的是会被人问你在哪里买的的这种等级。至于纸胶带是气质小动物款，和90的拼贴卡是很棒的搭配哦。至于信封袋和纸材都是一贯的温柔风格表现。另外正值岁末年终，准备迎接新年，红包袋和春联小走方也可以准备搜货啦，这些也都会陆续上架到网络卖场，大家可以先在这里欣赏欣赏。第一天我是妈路口小花师的小帮手，第二天好好的来逛逛。优雅代表之一献给你的花朵，可爱的小动物各自搭配小花，用缤纷温暖的渐层色系打底，因为底色没有上白墨，所以拼贴的时候会有透过去的效果。画龙点睛的部分是这些古铜色烫金，提升了作品高贵的高级感，也是这一次最推推的新品哦。来看到小兔子和小狐狸的结合，培培和胡日和的联名款小动物邮便局，有无敌可爱的立体卡片，以及两款邮票贴纸和资料夹，好可爱好梦幻的联名啊。另外还有耶诞节系列的贴纸包，这款小兔耶诞花圈贴纸包可以组装成立体花圈哦，节庆感满满。来自马来西亚的品牌小确幸充满了这种很 Q 的小可爱女孩们，这是文具控蓬蓬很喜欢的品牌，之前在文博会的自己印摊位只看到作品而已，这次终于遇到创作者本人，超级开心。
在这里给各位看一下几款小可爱 PET。 再来这边还有很多贴纸包，每款都有不同的主题。我本来选择了公主系列，后来发现哦，有综合版的贴纸包呢，立刻选了 CP 值最高的这一款。回家打开一看，有木兰还有贝儿，十分满分的100分。山东馒头来啦！先来看这些很时尚的吊饰和卡片单品，是线条简单的小猫等角色。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些小贴纸，各位看看，今日是明日毕啊，还有你是最差的，好爱好爱。这边还有各种文字贴纸，也都是很诙谐，充满大家都需要的负能量。我在现场还有看到日历2024思思日历 Have a nice year。这款很小巧，只有6×9公分，使用道林纸印刷，每页的配置都很简单。上面是星期，下面是月份和日期，中间是可爱的小伙伴，后面的支架是亚克力板。我的是荧光橘版本。微风画室这一回的新品真的是宇宙级的美，来看那 Universe Post 系列。雾面 PET 用梦幻的粉蓝紫为主色调的小邮票、小标签纸，搭配烫雾金的12星座，充满浪漫氛围的星空。这个系列还有转印贴纸以及星屑的便签，全部都好想要啊！它本来还有铁盒的，不过我到的时候就已经贩售完毕，很恨。市集最后一摊，寻一下来自澳门的品牌，纸胶带款式，邮局系列很吸睛，耶诞佳节系列的小兔兔也不可少。印章组也是有这两种系列的款式，线条相当细腻精致。最后来盘点一些战利品，把纸胶带们摊开，可以看到小行星4款。纸上旅行2款，乐意2款，地下1款，再来还有 Puma Yankee 2款，茄子先生1款，马路口小画室1款，俊俊4款，另外还有 Lucky Deer 的椰蛋树便签，以及其他还没有拿到分装的新品。最后的最后，来看到我们参加自己印市集，每次都会有消费满额抽奖，这一次所有的满额礼都换到啦。主视觉、礼物都是 Wendy 的作品，500元的贴纸，1000元的椰蛋花圈组，2000元的耳机壳，3000元的手机支架，还有可爱的小夹子们，当然还有消费抽福袋。过去完全没有中过奖的我，今年3中2啦！哈哈哈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紫极印市集回顾和开箱，是否感受到满满的 Christmas 氛围呢？年末欢乐月，祝福大家佳节愉快！有任何想分享的好事或好物，都欢迎在频道或 IG 留言给我们哦。下次见，拜拜。